情话，每一人的坚决不容击垮，精确的算法，隐形的盔甲，准备好的战车即刻出发，目标原本就看不见，崭新的梦如何实现，从原点到终点，地平线有多远，一路过关斩将多惊险，冲破层层的包围圈，未来赛博一剑，一幕幕实现，以梦为马，世界复杂，简单的心去对答，一步一步出发，低头指向天涯，终有一天会到达遥远的路，感动着脚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拥有全世界的色彩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，直到某个突如其来的瞬间，极致的痛苦之后，全世界在你面前褪尽颜色，人生就此变成一场永无止境的黑白电影。当那天来临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我以为刘阿姨能吓死我。你是不是又在这儿待了一宿？所以什么呀？没洗澡。我洗头了，我还。闻到了吗？喷香水了呢。什么香水都掩盖不了你身上。打工人的味道。打工人是吗？你也是打工人，你这话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又怎样？哎，我就喜欢互相伤害。哎呀，你那是狗鼻子。你知道那种光凭味道就能掌控一切的感觉吗？
我只需要轻轻一闻。刘总监，你来你来。我正要跟你说，你先躲起来。我为什么躲啊？别问那么多为什么了，先躲起来，躲起来，别管那么多了。那个谁，你后边那个，跟我来一下。围棋？对啊，围棋民宿战。总监，这围棋对我来说，我是一窍不通啊。摄影机会用吗？会。问题都给你准备好了，照着念会吗？会，可是如果这被采访的人说了点问题之外的，我完全接不住怎么办呀？总监，我真不是矫情，我是怕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对公司影响也不好啊。别找借口，出门问问，我交代的工作有谁敢推脱？这要是别的工作，我肯定不推脱，但这围棋对我来说就是天书，我真不懂。别说是围棋了，新闻采访、剪辑、编导，你懂哪个？你一个学园林的，专业根本不对口。我是看你姐的面子才让你来公司的。你可倒好，到现在没有半点能拿得出手的业绩，你就不能给你姐争口气吗？还有两周啊，你的试用期就满半年了。要这样下去，你要想转正，那恐怕……总监，不就是围棋吗？我可以。哎。年轻人就要这样，敢闯敢拼啊！这可是个机会，好好把握啊！嗯。你要是再说下去，我连火箭都能拍了。你说什么？没有啊。采访证带好了，出去跟那个就对接一下。总监，我采访谁呀？盛景初。谁？盛景。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啊？你还是不是我好前辈亲闺蜜了？你别埋怨我了，这活轮不到别人。为什么呀？你在试用期，哪个组都不属于，属于十三不靠的公共资源，那不就是哪里需要哪里搬吗？再加上你是最佳的甩锅人选。为什么甩锅？围棋节目没人愿意做，各组都不想接。再加上那个盛景初从来没有接受过个人专访，不是？那这不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？别人不可能，但是你有可能啊！我有超能力呀！你有你姐。哎呦，你又提我姐，又提我姐！你姐那是一般的姐吗？那是咱滨海电视台的扛把子，主持界的一姐。要说这个世界上有谁能采访到盛景初，那只能是你姐诚意了。刘总监那小雨多灵通啊，一听说是你姐亲自出马，那立刻就让你扛上了。他的意思就是啊，让你带上设备，跟着你姐蹭个采访。啊，行，好吧，哎。八段九不见，必有好戏看。后门打声张，对手发网张。哼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大牌在手，心颤手不抖。自摸，哎，看看，大戏，又胡啊！哎呀，老黄，一直都是你赢，有必要那么激动吗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一时胡牌一时爽，一直胡牌当然是一直爽了。哎，真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堂堂职业围棋八段选手，成天来这儿碾压我们智商，有意思吗你？有意思吗你？
哎，哥的乐趣你体会不到。再说了，这麻将啊，那都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，都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给传承下去。哎呀，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懂。哎，牌品如人品啊，输了牌可不许耍赖，挨个排队请我吃饭啊。哎，请吃饭好说，但是哎呦，这个比赛迟到了，那怎么说呢？比赛？啊？比赛？忘了吧？哎呦，好吧，快点去吧。盛景初，男，26岁，师承围棋大师谢寒洲，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围棋天才。11岁定段成功，16岁就拿下中国天元的称号。从此一路开挂，各种冠军收到手软，是国内最炙手可热的青年棋手。再加上他的高颜值、大长腿，绝对是围棋界的顶级流量。不过他这个人为人比较清冷，话不多，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，非常难搞。但是如果你拿下专访，转正就稳了。我必须拿下呀，我总不能一直活在我姐的阴影下。师兄，哎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说好去接你的，我就是晨练了一下，没注意时间。我不想迟到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再等我一下，我马上也到啊。不用了，我猜到了你去打麻将，提前出门了，你直接去赛场吧。那就好。哎，师兄，咱们八强赛后边那个专访，你参加吗？西河，我以前从来不接受专访。我不管他以前怎么样，以后也不会。他今天必须结束。哎，对了，你有照片没？网上有的是。好，你记。哎，跑那么快，记得搜啊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等我一下。谢谢。
手机，哎，我手机哪去了？这边我老弟退拉家里了吗？没有，我上车还打的卡。不见了。哎，车上有小偷。哎，把手机拿去。这谁这么缺德呀？啊？哎，我就放在这儿。哎，没了。哎，这我的手机。小偷，抓起来！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这么缺德。拉他死了，报警了！王冠军队啊，找的人模狗样的，这么缺德！好吗？哎，好了。感谢您配合。哎，谢谢您，警察同志。没事。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嗯。什么人？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警察叔叔，你们一定要严惩这种天使的面孔、魔鬼的心灵的人啊！我不是。哎，你都到这儿了还狡辩，要不是当时咔当场把你抓住，你都溜走了。哎，哎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偷东西了还这么嚣张？警察叔叔，他想要报复我。没有。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还这么看我？你还看？哼！警察叔叔，你们一定得严惩这种人啊！一定严惩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哎哎，你还没写名呢。做好事不留名。和你一起来啊？盛景初他一会儿就到了。哦。哎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呀？我可以跟你们聊一会儿，啊？没有。您是什么时候才能来？停。往回倒一下。哎，好，就是这人，这个不好办了。他全程戴着帽子，压着脸，他再找一个没监控的地儿换身衣服，这根本就找不着。找得到。加限量款，可以设置两个不同时区的时间。现在是工作日上午，普通公司员工早就上班了。他不紧不慢，并不着急的样子。下车的地方是金融大厦站。哎，您证件呢？我这丢了。哎，我有这个名片，我是松果视频通了一下，让我进去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们组委会有要求，没有证件不允许进。嗯，那我能补办一张？我们酒店只负责安保工作，具体事务你得去找主办方。就通一下，让我进，谢谢了。哎，不行，请你让一让，别挡在门口。行。
确认过了吗？易姐，今天早上又问了一下，盛景初还是不肯接受专访。怪不得。那咱们就还是两套方案同时备着，万一姚克这次能翻身赢得了盛景初，咱们就去把他请过来，话题度应该够了。如果还是盛景初赢了的话，咱们就第一时间赶去九州到场，把大师谢寒舟在内的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给我请过来。从他们嘴里其实侧面勾勒出一个完整生动的盛景初，效果应该是一样的。顺便还可以聊一聊他们师徒不和的传闻，没准还有意外收获。明白，易姐，放心吧。接电话呀，接电话呀！这个不靠谱的女人。说谁呢？喂，姐，我说眼小呢呗。哎呀，你快来救我呀！怎么了？说。刘总先让我来做围棋民宿站的采访，结果我半路把采访证给丢了。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给丢了？我知道错了吗？你赶紧来救我嘛！我要没采访证，我真就凉了。从小到大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哪件事能给我办明白过吧？我平常怎么教育你的呀？媒体人的职业素养，我怎么在你身上一点都看不见呀？哎，我真知道错了，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快来救我吧，求求你好吗，姐姐？行了，你等着吧，我叫人把证给你送出去。你的采访证吗？那你给我了，你怎么办呀？我就是通行证。怎么来的？我坐公交车来的。啊，这边。他是谁啊？他你都不认识？盛景初啊。盛景初？小偷！警察叔叔，你们一定要严重这种天使的面孔、魔鬼的心理的人。我不是。哎呀，我是自己作死了吧？哎，盛景初来了！盛景初，你干嘛警察呀？谢谢您能专门送我，案子这么快就破了，多亏了你，送你一趟也应该的。哎，快进去，别耽误了你比赛。谢谢，谢谢。你来了，先生，先生。又见面了。我们俩没见过，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别人可能认错，你认不错。我这一直就戴着口罩，就没摘下来过。再说了，我们坐的根本就不是一辆车，我坐的是233，你坐的是332。你怎么知道我坐的那路车？反正你就是认错人了。快走，快走。盛先生，这边请。哎，姐，你说我这次是不是惹到他了？你这不算惹着，是彻彻底底的得罪。那就算他是盛景初，也不能排除他是嫌疑人的身份吧？可人家现在已经参加比赛了，就说明嫌疑洗清了。我劝你啊，先别讲采访的事儿了，能躲就躲吧。
久等了。你发誓太多了，今天要小心啊。盛景初九段，迟到28分钟，扣除比赛时间56分钟。比赛开始15分钟内允许拍照，请各位媒体朋友保持安静，保持距离。两位，开始猜心。姐，干嘛呢？抓子猜先，双方棋手落座之后，坐在白子一方的人先抓起一把白子，你注意看他手啊，不能露出子。然后坐在黑子一方的人可以用一颗黑子表示猜单数，两颗就是双数。嗯，猜对的人掷黑棋先下。猜先结束，请双方棋手互换座位。猜先一般都是段位高的人先抓子。他们不都是九段的吗？嗯，段位相同的话，一般就由年长者先抓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双方布局4平8稳，但是姚科在时间上占有优势，而且他很熟悉盛景初嗜杀的棋风，看样子是准备打一场19战。在后半盘磨关子拖垮盛景初，不失为一种战略。第43手率先打入白棋的阵地中，发动了第一场战斗。星阵推荐在拆三打入，可能是盛景初的表情过于冷静，姚科有些按耐不住啊。
盛景初，今天的攻势很盛啊，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是吗？放马过来吧，出手啊！初是用血腥暴力的屠龙手段碾压本局。盛景初上。这么快就赢了？但是你今天有点反常啊，攻势猛烈，半点情面都不留。刚刚解说老师不还说他杀气特别重？他不会是被我气的吧？你觉得呢？景初，你今天的状态，请问你对此局有什么感想吗？曹西河胜。我现在要去一趟九州道场，你还去拍盛景初吗？哦呦，我哪还敢去啊，他都被气成那样了。那你怎么交差啊？我再去找找别的素材呗。只能这样了。行吧，那你去吧。嗯，去吧。拜拜拜拜，注意安全。嗯。易姐，见鬼了！干嘛大惊小怪的？盛景初点名接受滨海台诚意专访。易
就是曹西河吧？我居然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！你今天那个棋下的简直是太……好了，我们呀就不用在这装作是偶遇了，我都懂的啊。在这等挺长时间了吧？来，辛苦你了啊！以后多看我们比赛啊！对了，记得微博点关注哦。等一下，那个我可以采访你吗？采访？啊，哦，你是记者？对，我是松果视频的，我叫程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现在就可以。只有你们一家采访我吗？其他的媒体朋友呢？嗯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没事，那咱们赶快开始吧。好。曹西河先生，怎么样？这个角度上吗？逆光了，可能看不清。逆光啊？哦，这样，来吧，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恭喜你进入了中国围棋名宿战半决赛。谢谢。我听说盛景初今天杀气特别重，真的是杀气特别重。肯定啊。我师兄从十几岁下棋开始，比赛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迟到过，也不知道今天半路上遇到什么牛鬼蛇神。哎，你说这事儿放在谁身上谁不得火？当然了，我就不一样了。盛景初这个人记仇吗？有仇必报。我师兄可就不像我这么好说话了啊！我再怎么生气，打两圈麻将那就烟消云散了。我。当然了，我平时也不怎么生气。难道你就不好奇我平时都有些什么兴趣爱好吗？喜欢看电影。一二三，声音怎么样？可以，声音 OK 吗？画面你都盯着点啊。好的。一姐，盛先生到了。盛先生你好。你好，你是程毅？是的，我是滨海电视台主持人程毅。我们这边机位已经架好了，问题也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灯光已经调试好了。稍后我会跟您对一下待会儿要提问的流程，可以开始采访。你们所有工作人员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确定吗？确定啊，请问您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是你采访的话，请原谅我不能接受。抱歉，是我搞错了。哎，盛先生，您别走啊！盛先生，哎，盛先生。而且这个麻将啊，和围棋其实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，它都需要精准的计算，也需要胆识，还需要谋略。而且麻将和围棋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。先说这个围棋呢，比它这个麻将是……哎，那个程记者，你赶时间啊！有仇必报来了。谁来了？哎，程记者。啊，西河啊，刚刚采访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？叫程了，送我视频呢。人哪儿去了？什么？就采访了一个曹西河，还没做完。那个谁啊，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？孙坚。我确实是出了点状况。我不管你是什么状况，我现在就知道你没用。我不管你什么原因什么理由，天塌下来你也不能给我弄个一半的东西回来呀，你懂不懂？连个完整的采访都拿不回来，那我派你去干什么去了？啊，就你这种不认真的工作态度，你还想找个理做吗？
我也不想差距那么大嘛。他从小就那么优秀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对不起，盛先生，还不大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你要是有气，你打我也行，或者说你大人有大量，你放了我也行。不放。反正我今天够倒霉的了，动手吧。陈亮。Nice to meet you. 是的。